今天我弟弟没回，我姐姐他们下来耍，我们起来煮饭了，煮整只饭。我们就把那鱼杀了哦。要得，你弄去杀嘛。朋友们，看那条鱼大不大？这是今天早上买的，十几斤重，弄起来杀了。今天晚上在下雨，都在屋头杀。哇塞，好大呀，连那个口袋。又去把你的阳台和小菜。哎，煮点香肠。弄了半天，终于杀好了。今天那个鱼弄三种吃法，剁掉鱼头，然后再煮一半，然后再炸一半。看那两块肉，放上盐。添鱼片儿。外公，快进来坐。慢点，公公。你要上岗，我一天到上来耍一下。你还买那么多东西，还买去煮几个来吧？买去挣那个西药煮去。你买那么多东西来，你是？弄起来吃噻，弄起来嘛。弄起来吃。哎，那弄起来烧一下。还有那个了吗？还有。我烧完，烧完肉整了。怎么烧啊？这里，你煮个烧啊。煮个烧肉，烧烧的哈。烧的好。差不多了。你看，黄金刚色的。哎，还烧得好啊！你们看看是哪个烧的哈？真的烧猪脚干的，给我忘了。你光耍都来耍嘛，还要买猪脚干，整得我点儿都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还是我那个专业的来才得行。弄弯刀看嘛。现在猪脚干的两个人来不得。还是俺们那个专业的来，你看。还小着点儿，你这是专业看骨头的。东西是啥子？料酒、香肠。耍过啊？我要来见了，我要来，你找找啊？认不到了？见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是见了啊？你去生意去找找。你去生意去了嘛？咋的？嗯，那东西还咸呢。啊，我去烤了。那个鱼怎么煮的啊？那个鱼？哎，那煮啥？蒸。太多了。你不想去，我看来要得高点儿过来。刚好一个哦，弄起把饭蒸起，切点泡菜煮鱼，点炒墨鱼。我们泡的好的好吃噻哈。哎，我们的味道还好，你莫说。整那个鱼头，放点姜丝，放点海椒根儿，拿出来蒸。哎，老板。哦，你们是买这个东西吗？你们。哎，老板，你是买这个东西吗？哪里买的？快点哟，我们七个人哦。晓得是我那个花的钱了，哎，我们家姐姐啊。好，先买点饮料哈，还有杯子。哎呀，我来烤火嘛。哇！倒油来打鱼。这个鱼八条球，好大一个啊！起锅了。吃够了。三条鱼了。好香啊！
烟就给他们吸了。好大个鱼老婆，弄两个跟他分开。那鱼老婆起码得有两份的哈。差不多。赶紧一餐。要不要打？肯定要打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尝尝。啊，摇的摇的，拿给孙嫂尝尝哈，啊。来点汤，点汤多喝点，安逸的很。你吃饭好才有。哎，这个没错呀。今天还是喝了好酒，肯定是招待贵宾的。好了好了，下次要搞明白点。我这还少了过来，他们吃饭了。哎，今天中午我们家妈他们来了，转东西菜，东西饭少了，东西正在吃饭呢。这边呢，就是好多饭嘛，一天都空了。我也不中，感觉找我嘛。嗯，上大的没有。我一天反正多。那正常。哈哈哈哈哈。吃完就饿。那这个，这这玩意儿感觉怎么样啊？这里不是大的。那你看，这里大那个鱼，你吃要得大。哪里吃的那个？我看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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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哎呀，哎，一泡这哪个药？一泡哪个稀饭？这泡稀饭？好嘞，小二哥还真喜欢了嘛？够了嘛，光来了就在吃，我买没买够，你喜欢了嘛？在那边吃，那在那边来钓嘛？钓鱼的，我跟你说，喜欢钓鱼的也是很有。哎呦，看到那么多鱼了，啊，弄那么多。慢点，慢点，不把桌子停下来了。哦对，有人还是过去。来老杨，中餐。你这个人还是省得点的噻。老杨，这汤好喝的汤。哎，还有今天的干。喜欢早上没喝汤哦，家里。你说没有汤。